对，这样我们就差不多从那边走过来了。我目测应该有200米左右，这大楼的建筑这么长。我们穿出去看看外面还有什么，校园里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想不到的发现？前面还有一栋楼，看上去像是实验室，灯火通明，还是宿舍，就这样宿舍吧。哎，对，我们可以 zoom 进去看一眼，三倍光，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什么？洗衣机？呵呵，不是。我是没带机出来。